原标题：此人为救李克农，被人揍了一本，官职被一抹干净，成了平民。1927年4月18日，这是一个灰蒙蒙的阴天，南京下关街头热闹喧嚣。身穿长衫躲避通缉的李克农，在这里被几名军警给盯上了，怎么办？跑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李克农脚底生风，穿大街，过小巷，想方设法甩掉那几个尾巴。没想到那几个军警竟像魔一样，死盯不放，穷追不舍。李克农一阵猛跑，一不留神撞在马路中间一个黄包车上，车里坐着一位老蒋那边的上校军官。这位军官刚想发作，抬头一看，不禁失声惊叫道：“慢子，李克农，别名是你。”话音刚落，李克农向后挠挠嘴，这位军官会意的把李克农拽上了车。赶上来的几个追兵发现他们即将到手的猎物仿佛上了天，入了胆，忽然没了踪影，一个个提着枪站在马路上四处张望。这位军官就是王振武。民生中学停饭后，王振武和李克农依依惜别，回到家乡霍丘。此刻他已官居老蒋霍丘县党部筹委、霍丘县青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要职，同时还在老蒋暂编第六军中任政治部主任。在小小的霍丘县城，算得上是权倾一时的人物。他是专程来南京办事的，没想到在这样的气氛中遇上了李克农。王振武很诧异地问李克农：“他们为什么追捕你？你知道？”李克农说：“我在芜湖岛地下活动，后来被发觉，老蒋通缉我，才到了南京。谁知到处都有抓我的通缉令，如今困在下关难以出去。幸亏遇见你。”为人豪爽的王振武得知李克农的处境后，决定帮老朋友一把。他随后任命他为的中校秘书，并让勤务兵拿了一套军服，把他从上到下武装起来。1月23日，王振武带着自己的中校秘书李克农回到了霍丘县城。王振武的家离老蒋县党部不远，他就被安顿在王振武的家中，有王主任这把遮阳伞，他平安的度过了3个多月。不久风声走漏，王振武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一个晴朗的早晨，两乘小轿从王振武家静静地抬出来，前面坐的是王振武，后面坐的是李克农。王振武放出话说：“今天天气不错，要带家属出城游玩。”两乘小轿刚走到城东门，就被守城的士兵拦了下来：“站住，检查！”轿夫正要停下，王振武把轿帘一掀，喝道：“王八羔子，连我都不认得了！”王振武在霍丘，王振武的大名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啊？原来是王主任。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请请。”两乘小轿顺顺当当的过了城门，一路上岗哨林立，有王振武开道，他们顺利的出了霍丘县境。接着二人出霍丘，抵蚌埠，搭上东去的列车，安抵上海。王振武亲手把李克农交给春野书店上面地下党联络点，让他接上党组织关系，他才返回故里。为这，王振武被人在背后揍了一本。从上海回来后不久，他在老蒋那边军内的官职被一抹干净。淡泊名利的王振武微微一笑说：“我毕生是功名富贵如过眼烟云，而是友情如泰山。”对王振武的这次一举，李克农始终铭记在心。建国后，两位老友再次相逢，一任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还亲切地趁王振武：“老先生，是我在红军战争年代里患难与共的老朋友。”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